讲，你朋友他搞好哦，搞油的了，礼拜一你搞油了哈。我去那边呢，我哩那个阳明山哈，洗温泉哈。哦，所以说啊，搞郊游啊，带乜个呢？带安尼皮，安尼背包哈。你看这只暗油，加只暗火的皮哈。哇，又好看哦！你要骗上安尼吧，又冻僵哈，要骗吧，要冻僵哈。所以那边穿呢？拼命寻到，要找出迄皮包的吼。哦，我一个好朋友，安心达人吼，吼，当阮买东西哦，大概上节节目的时间哦，大概就买一只，款式没有哦，一只就一样的款式吼。所以吼，咱去摇牌哦，哈，拢好笑。给哦，皮包的哦，一开门哦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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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只一只就跌下了，全部无重要的，所以去当买卖，所以个也摆起吼。两百几就拿来哦卖，所以俩哦不能一只，一千块嘛，嗯是，哎对折500，嗯是，我对折200，嗯是，所以俩来买到当便宜，才子安吼200条听听吼，所以海拔的皮包同多，哎爱人吼，海拔我安尼包去当家吼，海拔爱人吼，真的我听咯。他的每一个款式，他买几毛钱的就迄只皮包的，吼，我太杂细杂的吼，乜该用的款式都有吼，所以说我要买一年海派吼，给安心吼，条条人讲会不会钱当多，以后吼你们要的话吼，他会拿出来吼，到民权西路吼会硬卖吼，很便宜吼，值得。值得这个票价也值得哈，不妨哈，还有一本我们这里有做搓腿的哈，做摊位哈，啊，你们就可以来哦。那恩心哈，这个太厉害了，这个皮包达人哦，款式就很多，以后你们可以先订购，要多少钱我不知道，但是他会用最便宜最便宜的，连买一送一一样，很便宜哈，啊，给我们哈，你们想不到的哦，你看这么漂亮的皮包，材质又很好。所以说大家哈，以后哈，我偷偷告诉你，以后他每个礼拜要246哈，都会来这里一趟，所以你们要记得哦，哦，哎，要来哦，他来都会带一些你们想不到的这个东西哈，这个材质很好的东西，应该还他家应该还有啦，很多东西都有好康限量供应，好康哎呀，限量供应哦。皮包哎，一个款式一个而已哈，不多，所以说你们要把握时间，246下午2:30就到民权西路哈，20号那个我们的3楼之2哈，很多产品哈，冲啊皮包哎啦，以后我看他的鞋子也一大堆哦，衣服也一大堆哈，啊，所以都可以有。观众朋友，你们里面可能也有很多人跟他一样，对，跟他一样，赶快来报名吧！赶快来报名吧！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新的不来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去，就这样子了哈。来，再来一次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哈。耶耶，OK。